戴个假发装啥呢？我已经开始后悔了，后悔没有早点有这个习惯。开始我以为是假的，没想到是真的。托尼每天掉50根头发以上，不管你是熬夜脱发，还是压力大导致的脱发，还是其他的脱发掉发，如果你发际线高，就2天洗一次；如果你头发稀疏，发缝明显，还一抓掉一大把头发比较严重的，一定要试试这款洗发水，脱发一定要尽早用它，早用早改善。老国货品牌可以放心使用，我就是换老公，我也不换这个洗发水，主要是太好用了，尤其是你们头发一把一把的掉，只需要轻轻的挤压出来，一揉一搓一洗，全部吸收进去了。它里面满满的都是精华，里面含有侧柏叶、何首乌等，滋养发根，改善发质问题。用完之后清爽蓬松，坚持使用。来，头发少的、头发细的、地中海的、不长头发的啊，不管你是什么问题啊，你进来看一个月以后的效果来。可能夕阳暗沉，墙上有人誓言不分，各路要去到哪里才算爱的认真。可能是当时就是在网上看到的，觉得挺实惠的，想说买来试试，没有想到啊，真的有用。脱发掉发的人你千万不要用，我怕你用了之后老公孩子都认不出来你了。如果改善不了你的脱发问题，我上门给你道歉。你没有听错，我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脱发，只要你想长头发，我的方法都能帮助到你。我不会让你去用不靠谱的方法，更不会让你去花冤枉钱。我始终遵循三大原则：没效果不行，不安全不行，太贵更不行。在我这里育发呀，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儿。满意了请你告诉10个人，不满意你告诉100个人。